书山有路勤为径，学海无涯苦作舟。大家好，我是蒙千凤。2014年2月的西门由我和吉英卫为您播报。2月14日至16日，郑老师和云彩童工一起探访大化脑瘫儿童，对还在中心康复和从云彩毕业的孩子进行家庭康复指导，并了解他们的家庭环境，对孩子情况进行及时的更新。2月19日，我们回来了，新的开始，新的一天，我们要开始新的训练和课程，加油吧，每一位小伙伴们。放假回老家，度过了满年的春节。2月9日，我们都重新返回中心休息调整，又回到了热气腾腾、香喷喷的饭桌旁，大家一起整理图书室，学包汤圆、过元宵，检查作业，然后开学了。